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在唐宋时期，文人墨客特别喜欢品茶。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有句名言，从来家名似佳人。在他眼里，品好茶就如同是欣赏佳人一般，令人愉悦。然而要获取一杯上好的香茗，品茶的器皿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宋徽宗赵佶所著的《大观茶论》当中，特别提到了一种品茶的器皿，这就是黑釉茶盏。这种茶盏在宋代风靡一时，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偏爱用此种茶盏来喝茶品茗。究竟这是一种怎样的茶具，能够得到皇上的嘉许？它又和茶文化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黑釉茶盏属黑色陶瓷，始创于东汉晚期，经两晋、南北朝、隋代的发展，至唐宋时期已成为独具一格的陶瓷珍品。落日平台上，春风啜鸣时，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在品茶时写下的诗句。所谓茶禅一味，他与众多爱喝茶的文人一样，通过品茶驱困提神，去腻清污，体会到了一种精神的宁静。然而水为茶之母，气乃茶之父，好的饮茶瓷盏能有助于提高茶叶的色香味，还能彰显出茶主人的品味。从古至今，邢窑的白瓷、越窑的青瓷作为茶盏，备受品茶人的追捧。然而黑釉茶盏的出现却颠覆了以往茶盏所惯有的那份清雅，它造型精巧大方，口大底深，墨黑如漆，釉色中透着兔毫般均匀细腻的金脉。自唐宋以来，素爱青瓷、白瓷茶盏的人们开始颠覆观念，追捧起深沉的黑釉茶盏。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审美观念的大胆转变呢？黑釉茶盏之所以在唐宋时期风靡一时，跟一种有趣的活动密不可分，这就是斗茶。它出现于晚唐，盛行于宋代，是一项茶客之间比赛茶质优劣的活动。这种活动常常是三五知己相约，各取所藏的好茶轮流烹煮，相互品评，以分高下。斗茶活动当中，除了茶品要新，用水要活，茶具的选用也是一门学问。那时斗茶最崇尚用的茶具正是黑釉茶盏。在宋代，斗茶之风极盛，每年清明前后，新茶初出，最适合举行斗茶活动。古人斗茶或十几人，或五六人，大多为一些名流雅士，在一起赛茶赛具，热闹非凡。苏轼就曾在《送南屏迁诗》中写道，在南屏山迁士道人斗茶时，使用的正是当时人们所崇尚的黑釉兔毫盏。为何黑釉茶盏能从众多茶盏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斗茶最常用的茶具呢？在斗茶中有个说法叫斗茶先斗色。据记载，宋人饮茶大多使用的是半发酵的白茶，将茶饼、茶膏碾成细末，即以初沸的开水用咸肘搅拌，水面浮起一层白色泡沫。那时人们认为茶色能反映茶的采制技艺，泛起的白沫保留得越持久，茶品越高，纯白者为胜，清白其次，灰白、黄白为副。北宋学者蔡襄也曾在茶录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黑釉茶盏盏底多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黑盏与白色茶汤对比分明，易于观察茶面白色泡沫的汤花，茶的优劣一目了然。同时由于黑釉盏比较厚，更能保温，可以让汤花停留的时间长一些，因此斗茶以黑釉茶盏最为适用。据说宋徽宗特别喜欢品茶，还常常与大臣们斗茶。在他所撰写的《大观茶论》当中，对斗茶议事讲的是津津有味。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也对斗茶乐此不疲，为此他创作了《斗茶歌》以记录其中的乐趣。由于宋代斗茶之风大盛，斗茶时喜用白茶，所以在那时便于衬托茶墨观测茶色的黑釉茶盏便超然于青瓷盏、白瓷盏之上，以一种独特的功能性与低调的美脱颖而出，成为文人雅士的掌上明珠。黑釉茶盏之所以呈黑色，是因为釉料中含有5%以上的铁，在高温中焙烧，瓷器便呈现出黑色，黑釉瓷也因此而得名。宋代黑釉茶盏在四川、福建、山西、江西等地均有烧制，其中以福建建阳市的建窑烧制的黑釉茶盏最为著名。建窑使用的釉料是由本地釉土与草木灰配比而成的，看似无奇，但一经高温烧制，就会窑变出不同的斑纹和色彩。所谓窑变，是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表面釉色随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发生的不确定性自然改变。窑变后的茶盏呈现出独有的釉纹，如兔毫、油滴、鹧鸪斑、日曜斑，其纹理之美令人称赞。宋徽宗曾说，盏以青绿为贵，兔毫为上。宋代品茶大师蔡襄更直言，建安所造者干黑，文如兔毫，其皮微厚，最为要用。在宋代赫赫有名的黑釉茶盏，如今却鲜为人知。有传言说，南宋灭亡后，元军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元人将斗茶作为宋人亡国的一条教训，严厉禁止斗茶，黑釉茶盏也因此而停止了烧制。但却有史料表明，元代仍有用过黑瓷茶具，但到了明代，由于制茶工艺和饮茶方式的改变，品茶的流程也发生了改变，黑釉兔毫茶盏风光不再。大约在明代末期，名震一时的黑釉茶盏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所经历的逸闻趣事，所承载的品茶文化，如同一口烹煮上好的茶水，清冽醇香，让人回味无穷。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它是历经百年风雨的古老桥梁，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式，前所未有的创新设计，它是集实用与艺术于一身的完美载体。它是古代造桥技术的杰作，吸引来往的行人驻足感受它不凡的艺术与文化魅力。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泰顺廊桥》。